不太行，这边没有灯，因为我就这样跪着跟他说，他说还是有点尴尬一点，就灯光等效果一下，可能看到吗？我到了吗？这一边是这一边，还行一样，都对，可能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点。 看得到了，但是这一边还是有一点点。对，可能稍微近一点点，大家能稍微看得清楚一点，有一点点这一个干干裸的感觉吧。这只是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啊，可能其他人的话会有不同的。 其他的一些风格都有的，现在这个侧脸是笑起来。我这个下巴比较正脸，可以宽了。那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来，这是也是只有一个靠，只有一个，现在这一个是一对来的。我感觉要不要找一个那个三脚架在这里对着我？ 哦，你真的要需要用？对啊，就这里可能会好很多，能够大家都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我下方我就太圆了，因为我这里的话，其实我这里是空的，看到吗？这里是空的，就是这次的靠还是有会有大手打的。店铺里面有胶水啊，你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。 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，你问一下客服小姐姐嘛。这个，有比一还大的。我现在这一个就一堆就不能搞再大了，因为我现在我的身上，你看一下侧面的话会很夸张的。 还是蛮夸张的，还有7分钟，还有7分钟，还有7分钟这么厚，大部我可以不穿那么厚，但是直播间还是要需要稳重一点啊，我不想露的太多，所以的话就还是这样子，这么一个大美女，转发了，对啊，现在这一个转发又是后来我去挑的，店铺里面也有的，也有上架了，小的靠的话后期。 应该不会输了，因为来说的话，哦，对，大，对吧？叉叉，美女不是很好吗？你们为什么非得要去，等下敲板警告，不能这个弄得太多，不太行，所以我还是算了。大步抽奖不需要打字，但是我们还是想要这样子。 这一个气氛比较好一点，如果全都是系统这样子去自动杀的那些的话，不太好玩，就是想要好玩一点嘛。刚才这个可以，刚才哪一个？向你求连接，等一下下播了以后，在群里面我发一下这个连接吧。 高阶和普通的话，其实是脸部的那个感觉，脸部的这个细节，然后还有就是材质是不一样的，那个动作可以，我感觉不太行。要不然等一下，材质和之前的来说的话。 没有多大的一些区别，出游这个情况来说的话，我们也有改善。头小的话还是高阶会好一点吗？我建议来说的头小，如果比这个尺寸要小的话，还是得要去买普通的就够了。我但是我没有这个晚上好看的大家一起的这一个长衫呢，现在穿的这个是小的团来的。
硅胶对其实来说的话，你越远的话，它是因为里面有硅油的话，就更容易会出油。但现在来说的话，我是尽量想在 M58 就是下半年的这个新的产品里面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。看一下耳朵是吧？女生版会不会？女生版其实来说的话，风格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风格。你说浓与不浓，这个还是得要看到时候最终你的效果。涂胶的话，整张脸都得要去这样涂，涂到这里这边。然后如果比如说你想要这里更服帖的话，可以涂到脖子上面。上唇包覆鼻筋，好吗？现在你们看一下我这个说话的这个感觉就 OK 了。其实包覆感的话还是蛮 OK， 因为本来来说现在这蓝的这个嘴唇是比较欧美风格，是属于比较厚的一个唇嘛。OK， 好的。我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一直在解答一下其他朋友的那个问题，很多。这个今天没有画这个鸡在这里，如果有画那个鸡脚的话会好看一点。很多这里的话，今天播到12:30，陪你们一起聊到12点，行不行？好了，还有三分钟时间。昨天晚上播到1:30，但我说话太多了，我可能会有点比较累了一点，所以的话，我感觉12点就应该到我极限了。而且来说，明天还得要搬砖，我是一个搬砖工人。哎，可以慢慢开始算起来，点那个时间出来，小霞。看一下啊，他说他不想要让给我，你确定？因为来说的话，我们直播间的规矩就是抽中了以后的话，他不能够再去抽下一款产品的啦。所以的话，你们认为是先拿了10万，还是说接下来我们还有更丰厚的那个奖品呢？你们到底想要哪一个？哎，我坐回去了，有点累了，我的膝盖都已经给跪到脖子起脚了。10万也没跪破啊？10万跪破了吗？10万没有跪破，但是还是很累啊！你看我这里就是骨头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好，还有。还有一分钟，你们开始刷起来吧。那你有没有知道自己收到哦？那就好，收到那就 OK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关注。今天晚上的话，奖品的话，等一下，再过3分钟的时间的话，我们还有2件这一个30秒时间哦，30秒还剩30秒，还有30秒时间。开始准备，开始来，还有20秒时间，算起来吧，算，开始算起来。好，准备开始倒数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，恭喜！晚上一点耳语，是耳语还是耳语？没错，对，阿乐啊，俚语，你看我这中文实在是太差了。恭喜这个用户，小乔再说一遍，俚语，恭喜俚语幸运观众俚语，有人家知道是谁。有听到吗？听到的，再聊一下啊！哇哦，对，没错，就是你，哇的就是你，你中了第二件的这个定码的紧身衣啊！到时候我再强调一下，现在这一波的这个抽奖呢，暂时结束了啊！然后来说的话，就是你们想要去私聊我们的那个频道。然后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发货的地址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会安排把这个奖品送出来。噔噔噔噔。
战死犬剧中抽奖环节是10点和10点半的抽奖环节，到了呀，恭喜恭喜。对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环节。那等一下来说的话，我再看一下11点的话什么时候四川景深一八千站应该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现在是多少站了呀，小霞？五千八站，现在是5800站。到8000站的时候的话，我们不是我们，是我呀，我要换了。小霞不出来，小霞给一个手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点赞，本场点赞数。哦，我看到这里了。在这里刷。哦，6000了，现在已经6000了呀。紧身衣吗？紧身衣，来，小霞现场穿紧身衣的手啊。的手，你说话怎么这么大？大声，强调一下，强调一下，给手大家看一下，而且还是要戴着这个手表的，是吧？另一只吧，一直戴着手表都不方便。对，戴着手表呢，可能就感谢东风投喂的星星。感谢，谢谢啦！我这膝盖好，我这边。